妹你也太欢快了，妹妹。前段时间给两只猫准备了这个最大玩具，刚开始他们俩都挺喜欢玩的，但是这个玩具呢，最近的使用走向呢，就变成了这样。看一下这个，嘿，你打黄呀，你看一下，他们睡在这个水道里面，看完，呀。真的好神奇的，睡在里面。呀呀，那这里怎么还有一只啊？我知道啊，很有意思啊，那小王子。呀，吕林，吕林，那就守护哥哥啊。可爱吕林，黄黄，黄黄，黄黄，我们叫黄黄直接趴里面，黄黄直接趴在里面，黄，没，妹妹，哇，好长啊你。李在这里，李雷在这里睡觉。大黄，黄你你怎么情况？你什么情况？黄海棠，黄海棠，没反应，他们处处都没反应。哎，你看一下没？哥哥，哥哥在你后面。黄黄，这个不是拿来，这个不是拿来睡觉的，黄黄。黄黄穿这里面睡觉的，黄黄。